大家好，这段时间呢，温度急剧的上升，有些地区已经达到了30度，有些花友家里的兰花冒出了新芽，担心出现浆芽的情况。大家看一下我这两盆，新芽就长得非常旺盛了。其实呢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法，让兰花的新芽呢蹭蹭长。如果浆芽没有及时的处理，就会影响它花芽分化。我这盆呢同样是冒出新芽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法，用 HB101 滴上一滴兑一斤的水，然后呢充分的摇晃均匀，每隔7天给兰花新芽喷洒。因为 HB101 天然活力素呢可以激发兰花的活力因子，提高兰花的生长活性，增强兰花的细胞活力，促进它新芽更健康的生长。木浆苗打破浆苗喷洒好了之后呢，我们一定要加强通风，有利于水分的蒸腾。平时呢，我们也可以用兰科植物营养液1:1000，每隔20天给它浇灌一次，有利于新芽更健康的生长。好，再见。